你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老板曾老师。哦，你好。能不能介绍一下老师嘛？那你一定是老师，那为什么会现在是好像是民宿的负责人？哦，这个是因为我退休以后，因为我发生两次车祸，这个肩膀这个神经都受损，那骨骼都受损啊。偶然一次跟我老婆到石龙溪来，你要说有公共温泉呐、啊。啊，那公共温泉是免费的，啊，一天24小时都开放，啊，我们就尝试去泡一下，结果一泡呢，我觉得身体就好像比较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，比较就很舒服这样，而且那种痛的感觉也减轻了这样，而且以前偶尔有那种失眠的症状啊，比较睡不着觉，啊，结果泡了以后，哦，非常好睡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从屏东市开车来泡完后再回去，可是泡完回去以后，都开到黄寮，我开始在打瞌睡了，因为那体力流汗以后就比较疲倦这样，好，然后后来我就来这边租房子，刚开始我在福安宫的附近租房子租了一年，啊，然后因为那房子比较潮湿，我又到头埔，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旁边，也租了一年，租了一年以后，因为那个主人他说不想租了，我就搬到石龙溪来租了将近7年这样。就为了泡温泉。为了泡温泉一直租房子这样，结果在石龙溪也想在石龙溪说买一个房子啊，在那边住哦比较方便这样，可是也没有那么积点啊。那刚好偶然，因为我以前在头埔这边租房子，有一个85岁的老先生，他刚好要有这块地要卖，然后就给他买起来，然后我就盖了这栋房子这样。原来是说来这边哦，刚好退休了，顺便来这边治疗身体，顺便像养老一样啊。那结果发现到这里哦，这里是。城市中的乡村啊，离车程很近，石龙溪很近，海生馆都很近，而且又很安静，啊，住起来很舒服。这里的空气好啦，水质又好啦，啊，阳光又非常非常温暖，很充足这样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就盖房子，就决定定居，就等于说 long stay 的这样。就在这边安定下来。对，啊，我平东市还有房子啊。那我就是如果一个礼拜10天，我就回屏东一次，再回来这样。老家，你看老家，这样对。这个，你现在这个就是也是你从老师退休以后的第二个事业了嘛，等于是你的事业。退休以后都是交朋友，等于是说交朋友啊，也顺便说，刚好我这个房间空着，啊，我女儿就上网，说有如果有要住宿就可以来这边住宿这样，那等于说，多认识一些有缘人呐，来这边住的等于是有缘人。所以说就是说把多余的房间，就是说看有缘的人可以来这边，对，大概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交朋友，对啊，也顺便呢也补贴一点生活费用嘛。补贴生活费，不客气啊，老板，真的。加一点赚一点了，不是，就是那一些贷款呐，对，因为盖房子你想，那我就是要贷款，也超出我的预算，我本来不想盖这么多经费的，而且就买用的，对，我们都自己找的，非常盖的非常漂亮，谢谢。啊，自己找的建材啊，我都没有装潢，都用石材的。那目前自己大概有你的民宿可以给人家来住的话，大概多少间？我这边有4间，但是最多可以住到18个。18个人。18个，因为我有3间可以住4个人，1间6个人。就是说十几个以内都还没有。18个以内都没问题啊！如果有的人，像上次有学生来这边包栋，他就住到20个。那没事，如果自己要铺床垫 ，OK， 我们就。也是有提供的，对呀对呀对呀，收一点那个清洁费，清洁费而已啦，对呀。然后可以加床垫给他们，给他们多的免费，就说十几个，也要房间室内空间够大了。对，就学生十几个来宾，你们还特别帮他规划了一个整套的活动，是不是？
如果是学生规划的话，我们有配套活动。配套。如果在夏天的时候，就是海参馆，配套海参馆。啊，四个人成型的话就。浮潜，然后就是那个加三合一的浮潜水上摩托车，然后快艇。香蕉。三合一，然后再加关山落日的咖啡券，再加那个赛车券。再加那个住宿、早餐，四个人同行，平日才900块。大概几日？两天一夜，还是三天一夜？不是，就是两天一夜。大家规划这一套，就是900块。然后你如果不要浮潜，也可以海参馆搭配，就是赛车券、咖啡券，然后住宿兼早餐，加早餐。九百八里面就含这么多。那算是住的话，算免费了。对，住的话差不多不到100块的了。对呀、啊，差不多100块。哇，那就是说来这边住的话，就是没有这一套，就是说他如果单海参馆，就是搭配牡丹通勤，然后又有下午茶，又有那个赛车券、咖啡券、住宿、早餐，就很值得了啊。对，那就是说像这个团体来住的是你们搭配这么活动，那如果说像我们个人来的话。他们要住一个成型也可以。如果说像我们单独住来住宿的话，你还有附赠什么吗？附赠早餐，然后那个就是咖啡券，我们现在有送2张咖啡券。是在哪里喝咖啡？在关山那个黑龙岭的一家，他喝咖啡顺便看落日。然后他如果不咖啡券，也可以那个就是泡汤券，泡汤券多陶艺的老师。对。那、他有三间收藏，这个住的地方，这个设备不错。那能不能赶快把这个地址告诉我们？我们离这个饭店只有4间，不早点讲，应该到那边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有免费泡汤，不用花钱的。对，不用，24小时开放。然后，如果不开，不想裸汤的话，也有那个套票，我们就是以那个原价给消费者。如果可以脱衣服不怕人家看的话，可以免费的24小时，我们就那个原价给他们。我们也有配套那个牡丹通勤啊，那牡丹通勤才只有开幕三年多而已，还有那回乡恋恋温泉，它的大众池就是我们买100张，他给我们230，他牡丹通勤是250。那我们都是以原价给他们，需要的客人，也需要客人去这样，因为来我这边住嘛，我也不赚他们的什么差价，我就以我100张优惠价给他们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把这里的地址跟电话告诉。屏东县车城乡红埔村红埔路20-2号，然后电话就是室内电话0888226622，然后。那个手机就是0980952234黄小姐，就是明珠小姐，明珠。像你们这个大概怎么样，可以比较很容易找得到我们这里？就是从车程分住所，旁边也是来有路的。旁边就199道路进上来，往市中心199道路进来直的路进来。到转弯的地方，有看到那个路标那个七字那个只是转弯的标志的地方，这向左转进来，差不多30公尺就到了。哇，讲的这样，我不知道听不听懂，没有关系，听不懂的我们就电话，对，民宿老板娘会亲自去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直开到这边有一尊关圣帝君的大佛像。看到了。关圣帝君大佛像这里，看到有在打电话，我就自己带进来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怕找不到，我们就找不到，打电话。对，找不到，我们老师就给我们打。